舒总跟我谈了一个条件，他推荐谁我也必须推荐谁。我之前接到他一个微信，内容只有两个字，林润。我刚刚开始带你的时候，你只有小云那么大啊。总部的意见是孟凡暂时兼任中国区总裁。我俩白争了半天，两个中国人，还是你不甘心？你甘心？他愿意跟我赌一把吗？